音译甲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观音甲 VS 音译甲。好。就在我们的粉红色十二号被两个人围殴，我们的红色十三号拿球，哎，好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原住民的啦。你是西里哪里？万隆哪里？你在里面呢？你就是在里面。我们比在里面嘛。对啊，我们比在外面嘛。我们跟凤岭比较近。我这样看场地。有啦，我看小姐就好了。哎，走不到，走不到，走不到，好。等一下仔细讲。打棒打棒打！哎，决定好。可是没错。决定好。这是哪里？等一下，花莲都会上去拉分，没有关系，输多一点没关系。在哪里？需要球，需要球，很好。等会跟他们蹲下来看。老板，蹲蹲低一点。有奖吗？有奖吗？快点的啊！佩晨，佩晨，蹲下来嘛，跟他们都蹲下来看。麻烦，请蹲下，谢谢。感恩哦。哎，回力回力。老师，刚刚有四个没抓到。女生如果抓的话，抓不完。几分结束？提前结束。四比零。不是，几分提前结束？他自己写的法，没有没有的。进球了吧？很怕他的照相机掉下去了，好想再拍你的脸哦。还在拍啊，侧脸机。
可以吗？不是。拜。三点多。他怎么跑去人家的场地？成功吗？哎呀，那个拿着水壶那个人，啊，无力球。打得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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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恶，哈哈哈哈，不可爱啊，他们。记录二十号，不要生气。张哥，对，20号红色，别放过，别放过。一年一，去年他13号，手打开，手打开。你看场边为什么很生气？手打开就好了，他们就不。哎呦，看你在怎么。他在喝什么？我以为他在喝生理食盐水。帮他卡位。他太矮了。老师，你们去下一场。哦。七零二。好，看。国中没有。国中啊。对吧？不知道国中有。一年一手打开，哇！拜，好，哇！再来2分，佩晨。来自己两分可以去哪里去哎来吧来吧来吧来比数3-4翻过一次，3-4。老师，他直接进站的，我已经走了。
枝干。那个。你是说直接变球枝干？108。等一下。72。男生呢？72。然后刚才直接爆杆，没水准。706。没水准。很有人拿球直接丢人家。706。跟老师说73。没有45分才可以结束。45分开始计时就对了。对。我是等下签名。哪一班？702、706。702。选号码一。绿色。702绿色。好想。老师没算好看。丑死了吧。我喜欢这种字啊。706。706啊，好，没问题，红色。红色。红色。对。人就站动。这有三个。有人会说错。